那就交给你了，大仙。好巧，没想到某人也选了这张地图。你的耳朵倒是一向很灵通。我在小区门口开了家两元精品店。笨蛋是不是想说，这也算是时间暂停吗？也不怪伊瑟有这个自信，要通过游戏直播方式宣传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某人不会把我也当成笨蛋了吧？就算没怎么玩过，基础规则我还是了解的。庇护时间快到了，明早一起去物业办公室吧。祝你今晚做个好梦。再等我一分钟。早上出去买的。依照规则，五点后就是自由行动时间了。只准某人怀念过去，我不能重温一下过去的味道了。不过刚刚敲门的时候，有些人的语气相当从容，似乎很笃定我一定会来开门，就没考虑过我昨晚会被狼人袭击出局吗？是伊瑟，他把名字倒叙拼了一遍。
有想法直接说，没必要胡搅蛮缠。或许吧，不过以他不提证据，只谈场外因素的言行，被淘汰是早晚的事。继续，就该怎么样？怎么被吓成了这个样子？奥德赛是全年龄向的游戏，如果真的出现了邪神恶鬼的影响，市政厅不会短时间内让他过审。某人还是宣发方，不是该很清楚吗？但对某个笨蛋来说，这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。那就是电路的问题，我们去找配电箱吧。想多了，当然是为了个人任务。不过没想到一进来，就遇到了一只把头埋在胳膊底下的鸵鸟。我们的个人任务看起来有些焦急，那就一起调查吧。我对某人足够了解，即使不开口，有些反应也能让我猜到答案。我的任务是查明在小区闹事的人有什么目的。你这是先斩后奏？有样学样，
安心休息吧。还是难受吗？验证一下就知道了。问题的确在他身上，这个光碟在播放过程中一直在输出低频噪音。看来某人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既然不止一户人家收到了光盘，可以去其他单元查查。这么盯着我做什么？现在不担心我是狼人了？你倒是永远不缺话说。庇护时间到了，该回去了。不用笨蛋担心，我有自保的方法。你确定我们看的是同一个频道？缘分是天定的，幸福是自己的。想知道的确可以试试，就当是测试系统准确性了。如果结果不是满分，那就说明这个玩法的数据还不够完善，需要马上官复修正。
他知道了。人到齐了，这轮就由我先发言吧。我是女巫，昨天晚上对这位玩家使用了解药。我既然做了判断，就可以为这个决定负责。他不会是狼人。巧合总会出现，不如说说你昨天晚上获得了什么信息。在那之前，你可以先共享一下昨天会议结束后验人的结果。简直像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，所以刚刚我没有让你继续发言。从他的反应看，显然已经接受了出局的结果，只是还不能确定是看到身份暴露后甘心被淘汰，还是另有人早就做好了安排，把他的出局设计成了其中一环。汇集线索，判断真伪，寻找可以合作的人。从这些方面来看，跟博弈有不少相似的地方。如果刚刚的推断成立，那他的确是预言家。你对他现在的反应怎么看？那就相信你的判断。我有一个方案。今天晚上，你去验一下杀人不眨眼的身份。你现在已经丧失了其他玩家的信任，今晚或明天一定会出局，但你留下的线索可以成为人类阵营获胜的筹码，最后统计时也能获得更多积分。那些东西不会摆在明面上，
应该还有内奸。两张票，碟片是近期才开始被投放的，那些看上去就放了很久的可以先略过。那些问题碟片的确出自这家店里。恐怕不止，名单里涵盖的是整个小区住户的信息。若是这样，能让他获得更多的利益呢？不用这么紧张，我刚刚跟赵坚强交代过了。脸怎么这么红？笨蛋，我想跟你亲近，不需要借这种机会。你怎么想？很中肯。不过从第一天起，你好像就一直在做壁上观。为什么选择他？谁是好人的猜测现在就可以验证。他们都离开了，你可以放心进来了。如果想要人类阵营取胜，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。现在场上至少还有两匹狼。从最坏的情况考虑，假如明天你们两人都跟着影风投票，那我和他势必会有一个人被淘汰。
以少对多，如果对方是狼，那人类就不再有扭转败局的余地了。但如果你跟了我们，即使被骗也只是平票，第二天把我们之一投出去，人类阵营依旧可以取胜。这对你而言是稳赚不赔的交易。为什么刚刚会想到用自己今晚的安全交换？你倒总是能轻易超出我的预料。远达房地产前期宣告，将对曙光小区在内的街道进行开发。然而此举遭到了小区居民抗议，很多受访者表示不愿离开，拆迁工作陷入了停滞。远达房地产表态，将采取一切措施，推动拆迁继续推进。
我好像并没有提过他的消息。天还没亮，你怎么知道昨晚出去的是他？游戏到了这个节点，大概也没人能安然入睡。为了不浪费时间，我就把物业会提前了。毕竟规则上并没有禁止酒店。情况已经很清楚了，他是这局的引狼，将票投给他，这局就结束了。你确信他会遵守承诺吗？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房地产开发商代表，为了推动拆迁能顺利进行，才制造了一系列事端。这样没有底线的人，不会舍得放出一丝利益。毕竟你留下了那么多线索，居然把手机扔到床下躲过 NPC， 某人的操作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我也一样，你潜藏得很高明，不过如果在现实中也抱有相同的商业策略，恐怕会得不偿失。在想什么？不过我等一下还有场董事会，等结束工作后再一起上线吧。一言为定。